给大家拍一个安全座椅的一个安全带的安装视频。大家拿到之后呢，我们是这样来拼，把它安装起来的。细节就是这点，先把它拿出来。我们从这里穿过去，穿过去以后，然后这一个部分是卡在下面的，这个是可以调节的，这个是根据自己需要的。然后这两个长的，就是肩带，这个是腰带，两个一样的。比如说，我们演示一下。我们大家收到以后，把安全带先，比如说像腰的这个部分是把它竖直，然后这个卡槽的话，这边是个斜的一面，是这样，大家直接穿一下，穿过来之后，调整需要的一个距离，然后再穿过来，同样的反面这边也是沿着这个顺时，这样顺着过来就可以了，穿进去。那穿过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图，然后大家给它根据需要，然后呢可以调短、调长，调节之后的话，这个是拿不动的状态。装完之后，同样的，我们腰带也是一样的，这样的安装，也是把它拉直以后，这样缠过来，然后这样就基本操作就完成了。然后儿童下来的时候，只需要按照红色按键就可以了，这边是可以弹开的，然后系紧的状态是直接插进去。就 OK 了。